试试看这边的车子。这件事大家都知道，这种事大家都要偷偷来。哎，扫描一下我的脸。哎，不给买，吓一跳，还被我老婆偷改我的 Face ID 了。没事，我来试驾这两台车。大家都知道的。哎，这是怎样？吓一跳！哦，这个声音好爽快啊！没事没事，一键领取。这是牙霸七天，哎呦呦，还有一把剑呢，影月剑。我知道知道，然后还有雷霆，这台雷霆跟端游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来立刻来使用它。知道知道了，然后来试一下牙霸这个数值，你看这个758746。这个数值就屌多了，我们来试试看看传说的牙霸能量石升一下，卡住了，我靠，没石头嘞，这么快就没石头了。一个15，这个我翻了，这个速度感完全不同，超滑，这台车怎么可以那么滑啊？牙霸，它比我觉得它比那个啊那个亚特兰蒂斯还滑哎、欸，亚特我觉得有点滑，这台车更滑。但熟练之后就会觉得好像蛮舒服的。要习惯一下这车速。失误！哇，单圈有5亿。哎，话说 KB 要去哪里买？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什么去换吗？因为我 KB 不够嘞。我按他脚力是不是？哇，这车单圈慢了。我刚刚那个没有按好，直接慢超多了。我靠！应该可以失忆啦，我确定可以失忆，只是我跑得不是很顺。
不过这个开始那个好像是自从上次改版完就变这样了。可是我问大家说，他们说没什么事啊，所以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的问题。这样跑吗？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跑，乱跑了。这仗我还没练计时，我靠！不行，这画面惨，就让我死掉了。差点被机械烤死！这场跑得蛮顺的，可是第二圈有点泡掉哎、欸。第一次破纪录，哈哈！这张我还没有刷计时，还可以啦，算蛮好开的啦。我刚刚如果那个lag没有影响到我的话，我应该可以跑得更快一点。第一圈蛮顺的，但第二圈那个lag我真的没办法控制。升级啦，死啦！哈哈，笔电竞哦，第一个先换掉我的手机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哎呦，开启语音失败，太好了，我就不想开启语音。是这样，哇！我是被撞到旁边去了，过来。完蛋！嗯，气有点短。哎呦，哎呦，他怎么吸墙壁啊？我第一次这样哎、欸，他忽然不受控。刚才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们刚好看到吗？刚才吸墙壁之术吧？太扯了吧！我觉得气好短，我还是多补一点好了。
哇，没关系，自己再扶就好了。我觉得对抗还可以哎，你不觉得刚刚那个对抗他们怎么撞我都撞不动吗？感觉对抗还可以啊。不过这台车集气量会偏低一点，所以各位我是建议大家集气可以先点满，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些弯确实集气不太够。我每天都有在抽夏日季的活动啊，抽不到那个实体娃娃跟那个模型，我是想要那个苏塞萨模型啊，但是抽不到。现在是